是嘿哟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娜，然后我们今天是要玩这个帽子世界，对，然后那我们就回来，不到时候我们就开始吧。虽然说又要重新开始玩，但是我希望大叔们应该不会介意吧。我会尽量就是每天就出帽子世界吧，快玩玩一下也好，对，然后应该没有了，好，走吧。然后一样是选角色，但是很多人都叫我玩啦。那个拉维，拉维是什么？初期特权，战斗结束时，我方全员的生命值自动完全恢复。哦，感觉有点不错。然后很多大师都建议我玩这个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玩这个吧。当当 ，yes go。然后这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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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读过了。拉维，不管怎么想，这件事对你来说是还是太勉强了。我也很清楚自己没有力量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战斗这回事一点也不适合你哦。不用担心，什么朱洛小姐，最喜欢的点心被抢走的话，我也是会生气的哟。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吧？只是，只要是为了想保护的东西，无论如何，不，无论什么是我也想要去做的。拉威说了些消弱气势的话，真不好意思。不会的，反而更有干劲了。那我们走吧。为什么字黏在一起？还给我读得出。好，原始森林，拉威，这里是。首先，在这里进行战斗训练。你打算和地魁战斗？那些孩子是守护拉威世界的重要东西，不是吗？这是最安全的训练方式呢。现在地魁已经跟我们是敌对状态了哟。跟他们接触就会进入战斗，在习惯战斗之前要好好的训练吧。好，走吧 ，Go Go。我们又回来打这些了。所以他技能有什么？就这个，没有了。好吧，就随便攻击，搞搞。然后我记得快速是这个吧，对。好，我们又回到从前。哦，血自动补满，但是那个血好少哦。我突然觉得他的血好少，一下子被碰到就会卡喷死的那种感觉。你看。这样子就要死了，真的假的？怕，但是还好处是他的血会补满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浪费那个曼娜来补满自己的血了。这是他的不错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他血好少哦，一下子就要死了，可恶。说真的，富士应该血很高才对呀、啊？为什么感觉好像是相反的呢？好，走吧。当当当，我没有玩过这个职业，但是我觉得不错。他也浮轻飘飘的，但是他拿刀就有点错误了。为什么富士是拿刀？他应该是拿针筒才对呀、啊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哦，他拿针筒的话就完美了，可恶。这还有什么？好多分叉哦！天上天下，我感觉还天上天下没有什么很痛的时候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，那自己可以下去。哦，这有一个砍刀，好的，这样我觉得我们先上回去好了，先去左边看看，然后顺便升一升级。牙沟还是一样是会遇到那个水吧，然后就收它进来，然后就可以使用它这样。哦，但我觉得这职业不错啦，它会自动回满那些，不用麻烦。好，
但是他们打他真的好痛哦，他防御有点太低了啦喂，该要死了，你该要死了，感觉就是好低哦，呀，哦到了，这声音是我们要过去先，我们先走完这边先吧，这边都还没走完，熊熊哎、欸，又遇到你了，嘿。原来是在上面，而不是在下面。我弄错路了。难道说就是一开始这边的时候，那个水出现的地方是随机的吗？是这样吗？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玩那个守望的时候，好像是在下面吧，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这边是在上面，好奇怪哦。好，哥哥。到哪里？那边。我跳。哎。胖。其实如果战斗可以快一点就好了，可恶。就不用那么久了。好，哥哥。咔嚓！哥哥哥哥，再背上去。这边好像没东西了，没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欸，逃跑了耶！这边那一点等吧，要不然的话以后很难打了。人手对不对？呀，好可爱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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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死了啦！没错，这样，他真要死了。不是我要说，他是真的要死了，死了，哪吒，我第一次玩的还会死哎、欸，是因为不用那个灵流力的关系吗？还复活的，感觉有点恐怖。好，我们该用那个灵力的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今天是我们要这样子。其实说真的，那个什么会比较好吧，就是世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是你先出招还是你的伙伴先出招，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好。像这个的话你就只能就是用两边的，要不然的话完全不会年纪到。好，应该没有东西的吧， OK 没有了，我们可以走去打了。我突然觉得世界好好，因为它左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虚线攻击，然后你就可以做出空魔出来，但是这个就不行，对，这只能靠运气的，没有运气不行啊。哎，真是的，突然间好想念世界哦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哎，走。哎、欸，跳不够，可恶！好了，走吧，上去上去，跳不过啦，讨厌！砰！砰！或者我浪费好多时间在变脑。好好好，我们看上去，我们看上去。那我觉得我要给他输骂了，咔咔咔咔。打完他，然后走过去。走吧走吧走吧，熊熊走开。boss， 咦，不同人哎、欸，救救命啊！那位，糟糕，快救他吧。那我们就要进来了，所以就握握手吗？不用啦，先进的先。这个 go， 这个 go， 你也是这个 go， 哦，两连发，它中是什么东西出来啊 ？go， ouch， 被晕住了，可恶！哦，啊，又被晕住了。
我感觉他们好恐怖哦，一直这样打我。好 ，over 收拾点，不然的话真的会死了。好 ，go， 你也是。高高中好多、哦、消失吧，哦有两个了，小后尾已经太晚了，力量不停的涌上来了，太 oversaw 了，等一下这 oversaw 会不会比较恐怖啊，好吧好像比较恐怖，等一下我打不过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个我居然打不过，好难得哦！哦，金刚是属于防御状态这样。啊，还要死了！回旋机。哦，赢了，赢了 ，yes！ 差一点就要输掉了，哪招啦？感觉这职业好难玩哦，得救的谢谢你。有没有受伤啊？嗯，我没事。话说回来，自己是哪里啊？详情待会再说吧，先带你到我的 home 去吧。老一样传送。哎，那个就在那边了。我没有听到很熟悉的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在远足的浏览车上睡着了，醒来后就在这个就在那个地方了，还记得刚才的记忆呢，还有刚才的记忆呢，不是跟你说不是失忆了吗？刚才远足的事都还记得啊，那位怎么办？这个吗？没办法，带孩子一起去吧。诶，意外的回答呢，这样好吗？杨子小姐大概是其他世界的人吧，在我们要去的地方说不定会有她的世界呢。那个可以不要自说自话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绝对不是普通人吧。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你们又是谁？朱洛小姐看来需要说明一下的。杨子小姐，你是来其他世界的阿瓦达。阿瓦达就是指帽子世界的居民，可以在管理人的世界间来往的就只有阿瓦达而已。我不知道帽子世界是什么啦，我是日本的中高中生，那个管理人又是什么啦？管理人就是世界创始者，那位则是被称为 top 10 的高阶管理人。简单的说就是什么，开始就有点了解了，你们果然不是普通人。刚才也是居然从那个地方一下子砸进去移动到这里呢，明明是个管理人，居然还对我恶作剧。哎，拜托你，哎，拜托你，快点让我回去原来的世界去啦。如果以我们的旅伴这个形式的话 ，OK 吗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加入你们的旅行啦？麻烦您了，我一定会让您回到原本的世界的。不过是可能会遇到生命危险的旅行哟，因为这孩子正要跟有点危险的人们吵架呢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没问题的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如果太危险的话，我会请您在这里留守的。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肯定是想我把我卷入相当不得了的事件。我到底会变成怎样啊？好想哭哦！不会让你吃亏的，请您相信我。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有五个帽子非收集不可。帽子，话说回来，看着我一直很在意，那像帽子的眼睛一直咕噜咕噜的滚动，感觉有点恶心，那是什么啊？这是关于的力量的，像我也要去其他世界的话，就必须靠这个帽子的力量。抢夺帽子的对手有五位，每个跟我都是 top 10 的人的管理人，用一般的方式进攻，大概没有什么胜算吧？你不也是一样是所谓的 top 10 吗？这样没有胜算吗？即使是少天，一旦到别人的世界里，存在感也是下降的哟。管理的力量来源
置于自己的世界的价值观，也就是说家校若对手的价值观，我方就有胜算的。那要削弱那个价值观的话，具体来说就是要怎么做呢？将对手认为正确的事情彻底否定，让对手失去抵抗的意志。怎么听起来好像小家子气啊？以结论来说，还是以用武力自觉管理人制作的抵抗呢？你该不会是坏人啊？话说抵抗是什么啊？所谓的抵抗呢，是管理世界的守护者，会攻击来，好乱哦，来搞乱世界的人。那么虽然这么突然有点抱歉，但是现在就要去打倒那些抵抗的头目，我们走吧。真不想去啊。拉维有空的话到帽子城隍界来一下好吗？好，故事发展居然不像世纪那么暴力。世纪是说要把它嘎惨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好，然后我们存档加到我们今天就到此了。对，然后这个 BGM 感觉好好听哦。世纪那个是一直有那个火车声，然后这边是音乐声，整个就是超不错的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此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然后随时继续我知道我的更新影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加啦！